三只黑猪被放出铁笼，整群猎人要开始抓猪了。三组人马一拥而上，小心小心，大爷，你们很像野人。大批人马追逐黑猪，惊恐乱窜，跑给猿追。突然被猎人飞扑压着，黑猪还想挣扎脱逃，结果整只猪飞甩一圈，根本逃不过猎人群。 快快快！赶快录影！场中央视一只猪突然被绊倒，它纵摔草地，猎人全压上去，最后五花大绑展示操场一圈。猎人出脚踹了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猪，还朝头部踹两脚。看相机的猪前辈，我们来这儿合照。踹猪还不够，有人拿毛巾狠甩猪头，吓得黑猪狂发抖。又踹呀，又踢呀，然后又压，然后就一直踩，一直踩，一直踩，跟他们都不管。 这种虐待动物行为可以不要。民众到高雄茂林区参加多纳黑米祭，说是猎人抓住的活动，但认为根本就是一群人在虐待猪。他抱哦，应该不会怕，他们不太了解我们的文化啦，所以尊重一下我们彼此不一样的文化的呈现。任何的民俗跟祭典都没有虐待动物的特权，对他们是一拳打脚踢，然后踹他们，他已经跟所谓原住民狩猎文化，其实已经是完全违背了。祭典踹猪让民众 观感差，动保处以民俗活动需求予以尊重。有没有虐待动物还要再认定，只是对外开放的活动让一般人都能够进入观礼，恐怕还是得考量民众感受。记者许千里智慧高雄报道。